来个高蛋白高营养的生烤肉啊，这个是煮熟的，这一盘是一斤的量的，不怎么缩水，直接蘸酱吃，特别过瘾， Q 弹 Q 弹的，非常细滑，可以煲汤，也可以爆炒，煲鸡蛋吃都可以的。生烤里的牛奶，看看小胖子，特别过瘾，越吃越过瘾，看能吃几个。醋一定要放多才过瘾，吃啊，说起来。